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我们为您讲解的棋局呢，是第二届金龙城杯世界围棋团体赛排位赛的第三轮，由中国的柯洁九段对阵韩国的朴廷桓九段，这两位呢也是中韩现在排名第一的棋对，手。是，现在年轻人当道，应该说真的是越来越年轻。柯洁现在才19岁吧，还不到。对，是的。那么朴廷桓，九这三两年出生的啊，朴都廷桓是是。现在中韩排名第一。那么现在也是中韩在世界上也是都是顶最尖的，顶最尖的顶尖了，的。那没么现错。在可以说是最高水平的了啊，对，哎，当今最高水平的棋局。这次呢，他们在广州相遇了。那么我们把这盘棋呢，给大家来介绍一下。好，这盘棋呢是由朴廷桓执黑先行的。好，就是他的排位赛呢，还是3对3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这个中韩排名第一的人相对啊，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，应该说是，朴廷桓，韩国的这个第一人，我们看看啊，执黑，对，走的是这个挂挂角，角，对，最近所以下这个下挺多，对。原来是过来一路，现在都这个下挺多，这尤其是韩国，研究的挺多这个。我记得您说柯洁特别喜欢下这个布局，是吗？如果他拿黑棋的话，是不是下挺多有一阵一阵的，一阵一阵的。柯洁是下了不少啊，对这个最近他们都执着的研究这个，这个比较擅长战斗吧，可能对后面的配置什么，这个原来都是过去，现在回来一读是怎么讲究呢？可能后面的这个变化，这一句话道不清楚，对，说不完主要是，对，后面的配置有很多讲究，这就是没布局错。的定势，现在大家都这么认为。看他那个棋谱那个进程啊，你多打他几盘的谱，就知道他们后面的怎么定型。现在分头啊，白棋分头，分头一个挂呢，他会一间加了，或者高加低加都有的，这个也这次也下过，是一吧？般都是分头，好像比较分常见一些。头多也有，跟日本队他们都是挂的，也有，也挂了什么一间加什么点三三那个也有我过知道，我啊，知知道道，啊。对。现在呢就这分头，分头当然是毫无疑问，这应该是没问题啊。是的。拆二，这柯洁走了一个拆二，那么下面这个飞这个，然后呢就小飞，小飞，对。这个纸是不是也有白棋爬的下法呀？白棋你说是往下面爬，单对，爬一个，那当然这个下的，我估计这个形状大家看到的比较多是特什别么？多爬一个，挡一个，然震后一震个，一个，对，压一这个，都扳一快个，成什么普靠招这了，个，对，就是这样，挡住，对，搬一个，粘接上，上，对，拆二扳，这等于一个布局，大家很多的这个什么闭着尖顶尖一个，啊，对打对对。起来辅助，这很样，多闭上眼睛，前个不用想，都下都成这样，吓成这样，这种成为一个布局的定势。当时很多人还喜，我觉得喜欢白棋的多，但是大家还都这么下，对，不厌其烦的这么下。这黑个，棋本来也有这个扳的，后来这个扳它不扳了，改它良了就是保留了，加一个是是吧？的，这次呢团体赛也是有这出现这个形状下啊，是这样，也是下的有这个形状。中国队和那个日本韩国外卡队外卡吗？队也是，外卡队，其实外卡队也挺强的。李世石、金智熙，还有一个是崔哲汉。也有这样。好，那么这是最近出现的最多的一个形状。现在呢，柯洁是走的这个，小飞一个，小飞这个，走一个实惠的，干脆就这样吧。这是也是个定势，然后黑棋呢，你让你经营这个。一般都是先不要着急，先稳着，对，拆一个，拆好了，然后你围起来，我再往里浅削居对，多，这个下法好像觉得黑棋比较简单一些，然后呢简单，保留变化。接下来这里的下法当然很多了，不像刚才我们摆的那个变化都定型定掉了，就这一代就下成这样了。反正现在这一代有无限的可能性。好，现在黑棋挂了挂这角，个，白棋下的是二尖高加。对。走，这个是常见的形状怎么觉得这个二尖高加好像已经多年未见了？这感觉，二尖高也是个好形状。一般这个位置低，二尖居多。是这样但这个都不是绝对的。的。有人偏好，我像有的人偏好，实际我就要走低位加，也有这样加在底的。下之底类下，的。对，我对那个熟。这个布局不是绝对，
不像局部一点两个眼一点就死，那个时候是必须的，哎，但这个不是绝对，这个我又偏好这个，那我就这么认，那关键后面的处理问题，哎，自己要有这个能力，对，哎，现在下一个他下了一个这个定式啊，他下了这个。这个定式，哎，这是个定式，这比大写远了一路，远了一路，哦，这是个老定式，哦，老定式。这个一般局部这个定型有些什么下法呢？最常见的过去是这个，你说这个定式，对，这个当然有肩有靠，哦，哎，肩或者靠是吧？这个和这个，哦，两步棋，一般是靠一个多，嗯，哎，靠压的多，靠压这个，哎，对对对，它实战就是这样下的，哎，对，靠压，八棋靠压是啊，哦，在这儿。这是最多的，那黑棋现在能搬吗？是不是搬比较少见一些？搬它长，并你如果搬，这是白棋希望的长，它就挡。啊，哦，这个点是比较好。对，刚好夹在腰眼上。哎，对，那你那个这个那就不见得成功了，嗯，有可能失败，正好被白棋夹在这个好位置上。对，这是白棋希望的。是的。所以一般的情况是不走这个。不搬。不搬，它是挖，黑棋挖一个。挖一个，对。但是要走挖一个大吃，对，粘上、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棋再爬挡三三，走这个形状，走成这个形状怎么样呢？看看啊，这个形，如果吃这个，假如说现在打吃，这也是定式的一种，那大概是他要。反打吗？顶还是顶一个是吗？啊，你这个是这样吧？啊，踢掉，踢掉，它拐出来。哦，这样。那白棋是否觉得还行呢？哦，白棋还行。哦，您觉得怎么样？白棋还行啊，它反打也行，它不顶，打反打也是这样。啊，反正不能长，这棋长是不行。啊，好，那么他是先搬二路，他单搬了一个，单搬二路。哦，这棋除了这个单扳，还有别的下法吗？比如说能跳一个？哦，跳一个，这是一招吗？这样？那假如他挡呢？哦，挡的话我就跳出来。哦，还是单跳出来吧，只能这样。我肯定不能打了被您还是刚才那招还不行。哦，这样也不见得也未见得好，不见得好，感觉这个形状也不见得好。哦。这还真不多见，啊，不是这个是老定式，很少见老定式啊，这个以前日本定式下这个居多，嗯，搬那个二路黑棋单搬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你如果挡上他是断在三路的腰，现在如果敢挡哎，他是要断三路，哦，他想走这个，是这样，嗯，他这个不知道朴廷桓是不是有备而来啊，哦，但如果这样断看起来好像。白棋有点凶多吉少哦，他不，所以说这个定式不能挡二路，挡，二路被他断了。现在断一个麻烦了，不好收拾了，已经。对你打不下去，你要粘在这儿被他立了，对，是被他立下来了，那有个滚包，这个定式可能不行。嗯，所以说这个棋他是走看走的啊，实战他是走的，白棋走的这虎这个，哦，然后点一个当然是正好。你不能挡被他打这个，嗯，所以这个只有这个粘上，嗯，然后他是就再打一个，他打了一下，他粘上，长进去，对，就总这样，嗯嗯，那当然被白棋断掉，这个也是，但是这个棋走成这样，我觉得这个幅度还可以接，我还喜欢白棋。这白棋好像就让黑棋活了一个小角嘛，哎，对，外面黑棋的每个子，还行，你二路点的子已经差不多了，你就甭想了。这个子也是在人家嘴里的，这个子好像，假如说这个子死了的话，那这个子就离后世太近了。好像还可以啊。觉得好像白棋不错，还凑合，还凑合，嗯。好，这是走成这样。嗯。那么下面走这个之后，黑棋跳起来的，这比较凶，哎，对。是你要是稳当一点呢，这当然拆一个他又不肯。如果这个大飞在这儿，他这个形状不是太那种，要撑得大一点。是，但是撑得大一点，一般是白棋要进来的。嗯，白棋是，他是没尖冲，要么尖冲，要么震，他是震的。对，肯定是要进来的，是吧？他震这个是不是白棋有点为难啊？黑棋有点为难啊，他不知道该走哪边儿。飞这个或者走这边，他一般走宽的一边多。
这是宽的这边，如果说走这个，这边是不是觉得有点那什么？哎，这个白棋，比如说我摆一个，这样行吗？您觉得？这个是走什么？这个也应该是黑棋走什么？黑棋，那么我走一个尖一个吧。尖一个我就把您冲断先。哦，这个棋他要先。还得先冲一个是吧？对，您冲不冲？这招棋还是个是一步棋，是步棋吧？您如果走一个的话，我就靠下来。对，你是走这个，你要给我冲断哈。对，我要冲断。这个也很强，也很强。他可能得跳回来了吧？好像是不是得跳回来？您单跳回来。得跳回来。那我觉得你把这个压过来，这白棋好，白棋挺满意，下成这样。看来他还只能是先走掉那个，先走。这个我没有准备，这招棋应该是也挺厉害的，不是我看您飞，我直接先摆的这个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正解。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。这个棋怎么来应，我不能说，我这个下法可能就被你走的我不见得好。这个当然是一步这个可下的棋吧。那么黑棋要么就冲一个。走一个，走在这里，这个变化太复杂了。对对对，我还拿不准这个怎么走。这得好好想想，是不是？所以黑棋可能有点担心白棋那边的招法，因为它有断点啊，有各方面。反正白棋可以拿点招，除了刚才那步，也有别的可能性。对，这个是这个地方，白棋总是它有棋下，你说点走这个，或者是你要往这边走，就像刚才邱老师说，走在这儿也是一步棋，哎，就是总能浅消啊。现在黑棋呢，它都干脆不硬了。我的感觉，或者你靠这个或者硬一个，总是要走，它不走了。看我们看走什么？它走到上面这儿拆了。这儿拆一个。他觉得你白棋拆一个不小，像我们比较俗一点的话，总是觉得那个应该挡一个也是一步棋，黑棋挡上还挡下来啊，挡下去就觉得这接下来可以爬出来了，这个棋爬出来不是顺带要度过的，所以那个比较凶一点啊，这个你假如说挡下来，哎，刘老师是说黑棋直接挡下来啊，直接挡也是，直接挡下来，我怎么觉得？也挺危险，以后你看我这爬是个先手，对，这有拆，然后狠的话还可以这个地方，我觉得对，直接接出来都有可能，要动手了。那个地方有，我怎么觉得挡一个马上你都要补的感觉？那接出来也是很凶啊。感觉是这个啊，他是温柔的在那儿走了一个，他是走在这里，拆一个。好，总是也是一步大棋啊。对，这两手棋的交换呢，我是这样理解的。我觉得黑棋如果说不走这个跳，跟他这个交换，他可能担心白棋如果直接拆上面的话，白棋可能会走这个这一带啊，这样过来。所以他觉得就把它看成这两手交换，我先把它这点好点给他去掉。布局这个，这是他的想法，也难说优劣这棋。好，我们这个就比较难解释的。这个哪个一定好，一定不好，真的是需要深刻研究的。不能说这个，因为他有他的理解，我们不能说绝对的啊。这个比较难。白棋尖一个，最近柯洁那个尖呢，他下的挺多的，尖完走，他那个效率比较高的。他喜欢这个形状。这个形状白棋这个，他觉得那先手抢一个。然后呢？飞了这个。飞这个。飞星位。飞星。如果你不再不下的话，他是不是就要从这儿靠下来？那靠下来有你这招也不错啊，这地方种种的下巴都有、这招是吧？他就往外走一个，跳回来，跳一个也本手，是吧？本手，然后白棋往这儿大飞，形状也比较好看，可以，这个挺好。对，这白棋好像下的这个大概是普通的进行。那个呢，本来挡一个呢，威胁大，现在呢就不同，现在白棋啊。那个就是挡完之后他飞啊，这里面有活棋，暂时可以缓一缓，和那个挡不一样。现在黑棋往外跳，这个也是不走被白棋震也不行啊。对，然后白棋往前走，白棋飞，这个 跳出来，对，还是跳，
这个也不小是吧？他不走的话，他可能会不会担心白棋要把他头罩住之类 也不小，他的？是觉得你这地方是有缺陷的。对，他可能会有点担心白棋会不会从上面照过来之类，而且他头跳出来本身也是很有价值的，对这一带的控显然是有压缩作用的。还有黑棋呢，也有想法，就是说想从这面过来或者怎么样。现在呢，你走了那个白棋，是在这个地方他走也跳不了一小，下，对，因为下一步这一尖，那就很严重。这个白棋这一尖，对，这这儿一件事尖，你要有冲断，是，一尖你一挡，我这冲断特别的大，所以黑棋没办法，他是走还补一个，这先刺一个，在这补了一个。这个尖，因为这招棋抵让挡不白棋住，走的冲断也不得了，让白棋把这个补了，这个挺大的，对。这个我觉得不小。小尖尖住，这个不走的话，就白棋就算俗的黑棋尖了一个扳过爬过去，就非常大，而且不单是木的问题，关键这块棋就安定了，黑棋本这个来抢呢，的挺大。对，本来白棋挣这个呢，就觉得这个子至少你只是轻削别人，但是现在这块白棋和这块黑棋的强弱对比，我不觉得好像黑棋比它厚多少似这个的，黑棋这块棋你也得注意自身的安全，是。被隔断的话，你的眼位的问题，你要是忙着做活你就苦了。现在走成这样，白棋这个形状整完这一步大棋，对，那么黑棋怎黑么棋走？大跳了一个，在这儿，他是想威胁着对，这最打好了你跳，能补回去，如果你要去补一个，你比不如管。说这样，那他那再他刺一个，在这儿刺一个，那也太难受就了。你在这儿，他最希望这样。这儿再刺一下，啊，那啊，太太高愉兴了，快了太愉快了。这儿黑棋希望把你打成这样，然后他该收脚就收脚啊，那个白棋就麻烦了。这是柯洁，我想不会走成这样。对，他柯不会这洁么下的那么力量那么大，去这么干预这么走肯定不行。你看柯洁怎么处理的啊？他先先挡一倒下，了一挡个下，先手，在这儿，这是他的绝弦，是吧？然不后又走一般飞就了一损，个，飞一个，飞一个呢，这个下面呢，它有活形。是，不走它飞出来，这个呢黑棋为了追杀还继续走一个，那这个时候呢它不还不走呢，这两个便宜一下它还不能走那个，它脱先。因为上面呢一手棋已经可以补活了，你只看要它，一拐就活了，反它正没是关脱系。先了，它走这个。大跳在这儿，你如果补一个被黑棋这么震过来也不小，它这个还要瞄着你的断呢。对。好，你既然都不走，那。这黑棋被逼得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寻找是该干对，嘛的。该往哪个方向走？黑棋，这个其实两个人下的在空中飘着，考验他们的实力跟水平了。对，说高者在府，中是府的，是最难的，中府你的处理、你的怎么定型是最难的，边边角角好处理，有时候就一个局部，即使不懂学两遍就差不多了，但是中府。靠水平，因为它虚的地方未定型，虚的地方是对，最难掌握的。是的，所以中府怎么处理，其实高手都是中府啊，能够下得好。所以我们看他怎么走哈。对，朴廷桓这个时候出手了，因为这个中央啊，他本来是大跳一个想逼你补回去，但你不补呢，他现在把它断开呢，它上面也是活的，好像觉得挺无聊的，因为对，他从哪里动手呢？他从这儿，直接走一个。什么想法呢？你搬这个，对，他会连搬，他希望这这样。反正接下来白棋毫无疑问是被断开了，他这个棋筋吃不掉，对，你搬那个，他搬那个，是的，他就是这样，他就反正这个手段呢，都想好常规手段，这个是通常会是这样，这么一靠呢，让你给我两搬了之后呢，我黑棋通过作战呢，把你拉断之后呢。对。对你进行进攻，我那边薄，通过进攻我也能够守住了。而且黑棋这个急打跳是先手，可以逼迫白棋对，在上后面续做的手活。段，后续那作战起来，这就是黑棋马上就进入步调了，对，是吧？那看看白棋在这一带怎么应对的。这个如果应不好，可能这棋一下子就不行了。这先个就点是一下。柯洁厉害的地方了，他不是按你的步数走。搬这个搬这个都不走，而是反刺一个，这个太凶了，这是他强锐的地方，这个特别强。
对，你我直接先把你的弱点给直接这门，你来准备刺我，让我招架，我不理，直接是进入你的要害。嗯，这个是柯洁强的地方。他这个飞刺完了之后呢，他是说，你不是要靠断我吗？嗯，你先交代一下你自己这块棋是怎么回事。对，这个你就没功夫弄来。你如果粘上的话，我这个经过这个，我再搬就不同了。对，你刚才那个就不一样了。嗯，你连搬就不一样了。他搬一个，比如说啊，那我再吃，那直接又打出来了。这打出来把这块棋全对，这就直接嘟嘟嘟穿出来了。哦，你这块还没活呢。是的，这个棋那就不一样，这两个交换着了。嗯，哎，所以这个地方白棋的强手出来，哎，挺好。嗯，这个是黑的不行了啊。那么这个棋刺一个，再就看黑棋怎么办了。黑棋先靠了一下。黑棋靠一个。嗯，挡住。挡住。在这儿。哎，那个那就靠完那就不粘了，要粘就不靠了，嗯，对吧？粘那个靠就没必要了。现在说，靠完之后，他就是不想粘上。黑棋搬了一个，搬一个，他来反击。你要搬那面，他会断。他从这面搬一个，那他退一个。对，那面有冲断，不能熟视无睹啊。这马上人家就冲断你，所以你搬完了还是得回到这儿来。他加一个呢，效率高。给补住。加一个比粘上效率高，对，追求效率。嗯嗯。但白棋也毫不示弱，白棋这儿跳刺了一下。好棋。这个好棋，这个跳一个是好棋，嗯，这个时候刺一个，要没这一个，那他以后打了什么有那个什么利用比较多，而且他这个跳刺的这个时机也刚刚好，嗯，他现在跳刺呢，你如果硬别的话，这里会留有冲断，嗯，对，他就难受，他不知道到底是硬在这儿粘还是硬在这儿粘呢，现在人家有个冲断，但是他不一定现在会冲断，他可以先保留着。他不走了，现在冲断不合适，哦，太勉强了，太着急了。嗯，然后你现在由于白棋有了这个子的接应，再从这儿打人一长，这儿都接回去了。这个棋走成这样，嗯，这个白棋，这个这几招下的都非常的到位。嗯，啊，像是这样，是一个最，最值得回味的地方。现在白棋该怎么办？对，那个棋啊。对，接下来是在这一带继续对黑棋实行什么压力，有什么手段呢？还是说下点别的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把悬念留给大家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待会儿见。欢迎回来，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解第二届金龙城杯世界围棋团体赛排位赛第三轮，由韩国第一朴廷桓对阵中国第一柯洁九段的对局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他说第一都是等级分现在排名第一的两位，是的，现在是他一刺他一粘，白棋那个地方怎么走，他如果冲断这个太勉强了，不合适，对，所以呢黑棋白棋也不走了，白棋把这个断一个，先断一下，对，这个让黑棋粘上特别大，所以呢这个地方断完之后也加强这个这一块，断一个，对的，那个地方黑棋走也不好走。把难题交给黑棋，反正你打底下我就长，两边有接。哎，对对对，没关系。你那个打也打吃不着白的。是的。然后我黑棋长，白棋再压一个，这个棋呢就形成这个中间这个形状，白棋还挺好。就下成这样之后，在中间这一带这个靠，好像没有什么效果。对，经过白棋的反击啊，白棋这个形状下的挺好。对。这个棋怎么办？这个黑棋下面这个地方怎么处理呢？他就打断他了。啊，那个终于出手了。那个地方先打完了，跳出来，把这个子给救出来。这个地方终于出手了，要求逼迫白棋在上面做活。这个没活。对。这个地方这一走，这个地方也要危险。嗯。那下面怎么处理？这个是拼力量。对。而但是你说白棋这个黑棋这个也有弱点。你要是白棋这忙着做活，忙着围加连，这个都忙不过来。嗯，那怎么办？这个白棋下的非常好，白棋呢？白棋现在单靠了一个，这很，他不是自己在那儿单纯的做活。对，你看他搬了之后连搬，对，出击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。这个地方就是我完全的进攻。这个需要力量，真的。这个棋你看我
大家现在乱了，你忙着吃那个，你忙不过来。你如果加一手把那个吃了，这块棋交给谁啊？这块棋还没活，嗯，有可能被我攻得很惨，对，或者被吃掉。那么就是你有没有胆量吃那个？嗯，现在呢，我现在冲击就忙着让你来给我出招，怎么办？嗯，怎么办？黑棋呢？现在他是先打了这个，对，他如果不打呢，他可能有点担心啊。对，他比如说他现在直接打过来呢，他有可能打不着这一下，他粘上。比如说你粘上的话，他这儿可以长断他这样。还有各种的变化。他这样，比如说这样冲断他，或者是他冲这个。对，反正你这下可能就打不着了。所以他要先交换掉，先交换，省得他先打吃，先打吃掉，省得打不着。对对对，这个白棋得接，这个接太大了。这个必须接上，接上接上，对。然后他再从这儿打过来。打这个是，这么个变化，他觉得算了半天，他觉得这样的话是能够作战。嗯。其实这个作战也挺凶险的，觉得。这个是挺复杂，双方都很凶险，非常复杂啊。我们看看。这个白棋这么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走的什么呢？这个也是耐人寻味的。他这个其实现在是粘上，对，是他没有粘上正面作战。他比如说粘上也挺难说，这棋粘上他可能是这个挡回来，断，可能是这个，然后他再连回来，有这样，对，对，您得走一个吧，这样的话，他把这个他冲破了吧？这冲破，对，冲破之后，这个地方。也是一个，但这个时候先手太关键了，这上面还欠一块棋呢。对对对对，这如果黑棋能抢到一个先手，把这块棋吃了，那毫无疑问是黑棋优势。哎呀，这个真的是相当的复杂了，复杂了，不好办。这个地方外面有一个有断，对吧？立刻人家就要断你，哎，他不跟你外面有断，这个地方有断，还真的是头绪太多，嗯，头绪太多。你说一定哪个？哪个行呢？这现在白棋走什么呢？不知道，不知道了。我觉得白棋好像有点难办。难办，嗯。您觉得呢？这个棋是这样的棋，它主要上面还有一个断，有个断你要不走不走，嗯，这个但是要打的话，如果只是这个打掉呢，这儿损一个损个眼，对啊，已经一个眼送给别人了。损了半个眼，这儿因为还紧了一气，很心疼啊。打完之后被他扳了，还得跳一个。这个棋真的是一个难解的一个局面。嗯，主要是黑棋只要能抢到一个先手，他现在有一个后手眼，底下有一个先手眼，他立马就脱先，把上面这块先吃了。如果不走呢，他被黑棋这拱了，冲断也是，啊，也是一个，这个非常难。嗯，所以呢，他现在呢，在这个时候没考虑清楚之前呢，这个当然是。一般变化这个，他先走一个这个什么意思啊？他先点一个，点一个什么意思？通常是你要走这个，粘上，他搬一个，搬一个，这个呢想要一个先手，你再做活打吃，哎打吃掉，哎打吃，这个粘是先手，粘他比如说粘上，哎踢掉，这算粘先手了，然后再走这个，你可能还是这个，然后再走这个，你不能紧我气吧？紧我被我打一个太难受了，对，一般是双这个。然后呢，他就补到这儿，这个底下过了，是这差太多，这差一手棋了，这都多一个这个之后，本来你有跳，啊，是吧？我这现在跳呢，我这因为有一个这个呢，我回家了，过了，对，嗯，就差那一个硬腿儿，嗯，啊，那个地方你还没有办法是什么？你不跳的话，不跳，那么我走这个也是回家，黑棋啊。黑棋飞一个，飞一个，他尖一个就回家了。单尖，哎，对对对，几个我就搬过。对，这个也是个回家。反正敢立下去呢，我就搬断。哎，对，回家正好是个回家的。这是个双活，你也吃不掉。那没用，那没用，双活没有用。对，哦，这个正好是几个变化都是能够脱先。嗯，脱先你能补上中间，那差很多，是吧？比如补上中间呢，你那个没关系了。但是呢，这个棋。凡是多一个那个呢，他作战他有好多种选择了，嗯，有选择了，他就可能有另外一种下法。好，我们看看实战啊，那个他没走，那当然是本来他底下多半个眼，但是他中间补了之后这块棋，他没有走，他是通过这个他一点呢，这个时候黑棋他也脱先了，黑棋也脱先了。
他你的算盘他那个一路粘呢、啊、是先手他不给，他看见了，当然看见他是，他还不是提，他是粘的这个，他粘这个，对，粘这个呢他扳住，对，这个粘和提是有区别的，差一气，对，好，我们看实战啊，他粘上，粘上，粘上。这如果说不粘的话，这白棋就把它爬死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如果你这个时候、啊、这个时候如果爬呢，他就加一个，加一个，加住这个棋呢，就白棋太辛苦了，对，太辛苦了。嗯，这一气插不起，所以他要紧着他气。嗯，本来这形状是要提的，但是他这个为了要紧上气，所以不得走在这儿，嗯、要紧着气，紧着气呢，正好插一口气。哎，对对对。现在呢，白棋因为你的紧气呢，他就只是那就定型成实战了，把那个打吃，打吃粘上，然后他往回跳了，打吃接上。当然你争两目活和刚才那个不一样，便宜了几目棋，但是呢，它主要是你这个形状你也是不太好。嗯，黑棋呢也不就执着的去要给你分段了。嗯，白棋就不，白棋不执着分段，这个白棋也是一个台阶。对，也行。这白棋呢，从刚才这个黑棋靠开始，对，我们现在走了一串，黑棋呢走到这个，嗯，然后自己联络了，但是白棋也联络了，白棋的形状也行，这个也吃着呢，是的，这个也捞一点木。现在呢，他把他能够靠了一个，靠一个，哎，冲，对，这个要先走掉，活之前要走掉，否则后面就有可能走不着了。嗯、这个呢，关键上面是个活棋，上面是个活棋，因为你在这面走的话，你比如你走这个，嗯。走的他能够这活了，对，这是活棋。嗯，你要在里面破呢，他往这儿延一延就也是活的，也活的，反正是吃不掉、哎。这里面正好能够活了，活了他也挺高兴。现在呢，这个棋黑棋呢、嗯，也好像没有大便宜，也没大便宜，没走着什么太多的东西是吗？是也没便宜啊、哦，在这一代作战的一系列的结果，哎，对对 对, 对，总结下来黑棋得到什么了究竟？这个应该怎么办呢？他这个棋啊，嗯，他是走的分段，分段。嗯、这个棋我怎么觉得这个有点勉强啊？普通的走走，比如说，那你就干脆你就如果干脆啊，就这么，嗯，这比较普通，我觉得。要黑棋走的话，这黑棋好像总想有点作为，有点直接搬粘，可能看他的意思。你如果长的话，他还有个顶，顶一个。顶个这再分段好像不太一样了吧？哎、对对对对，你这个可能反正你不管走哪儿，你补一个的话，他这门再分段也好一点。那他没有走这个，我觉得搬粘是可能是一个长形。黑棋搬粘是吗？搬粘，嗯，长形。嗯，他没有搬粘，搬粘就先看你的白棋怎么补，嗯，然后再说分段。他直接分段，这个棋呢，直接分段呢。让白棋走的挺妙的，你看他走，他就让你分段是吧？顶过了。对，但是他这个点是个好棋，单点这个单点好棋，在这儿。嗯，你如果粘上，他就断。这两个棋精就吃掉了这一拐。哎，对，多种下法，一拐或者一尖，一尖都行啊。多种下法，尖一个也可以，尖一个可能更好啊。哦，那就尖一个的。不是这个放在这儿，或者单拐、啊、单拐也吃了，嗯。对，意思就是尖在这儿，哎，尖在这儿白棋更好，哎，这就吃掉了。嗯，那他走半天，那就啥都没有了。对，所以这个刺一个是个好棋，单刺好棋、哦，嗯，对，使得黑棋没办法。你看黑棋后面不得已走了两个委屈的棋，他走的什么？不得已走了一个这个，所以你冲我虎下来当然不行啊。所以呢，这个棋它是这一拐又是个，一拐又是个好棋。单拐，拐你粘那个它就断，你还是不得已而挖一个挖枝。这个棋一般是不愿意挖的，是损眼睛，让白棋多眼位了。所以呢，这个棋通过这一点，它白棋能得到这两个，这个借助这两个打再一跳，黑棋没得什么。我觉得黑棋就应该搬粘。黑棋走了一串，好像全是单关，没有看到。你要是攻不死他，那这个棋就是单关。是、啊，没有走着什么东西。攻不死就是单关。看了半天，确实。啊、
这个不好。对，嗯，这个棋白棋下的好，黑棋好像哪个地方没有用上力。对，没有用上力。啊，这个本来搬粘之后，这再一分段，那有劲儿，这个就被他借助这个断点这么一点妙手走完了，没得啥东西。现在呢，怎么办呢？他冲了一下。他就觉得黑棋这劲儿没使对地方，好像冲个先手，然后长了一个。这个胡打本来也很大，嗯，胡打相当大，嗯，但是没有中间大了，对，哎，那个黑棋长一个也挺好，他是走的这个，他点了一下，点一个，嗯，粘一个，对，这个也是大棋啊，嗯，也是大棋，嗯，这个棋黑棋还继续跟着走了。其实我觉得黑棋赶快别走了吧，那面挺大的。对，上面是不是尖一个呀？我觉得这个太大了，这个太大了。觉得全盘大长，他们两个人在这儿站了半天，反正谁也得不着什么大的。这个只要不死，那个面大。对，这黑棋可能会被收刮一下。收刮是当然是肯定的了，收刮一下。对，他是走的这个。白棋爬过来。白棋爬过来，这个太大了。黑棋把这个压过来了，他可能还是有点担心这块棋，担心这一块棋也有关系。他不走的话，被人家一爬，他有点难受。对，他是走的这个，然后白棋是走的飞。嗯啊，那这个棋黑棋赶快就尖吧，别走了，是吧？这个时候来得及，他吃中间了，他就小尖了一个，吃了中间，虽然很大，但是呢，这个棋相当大，他是走的这个，对，这个相当大，这个相当大。这个他还你看不拉倒就直接活进去，非常的实惠。这个你不能被打呀，是吧？翻出来不得了，他是粘上，然后就来一个实战的，我活你场我就搬粘，把实控彻底掏光，啊，相当的强。对，这样一来的话，黑棋实地上就不见得能保持平衡了。刚才如果说小尖的话，可能实地黑棋会稍稍领先一点。现在不见得啊。对。现在白棋这一爬就干脆把你的空给你彻底掏光。是的，黑棋加了一下，在这加一个先手，这个好，虎住。哎，这个好，你虎也好啊，这个加你被他断打其实不便宜。现在直接就这个被黑棋便宜，这个是他的应该算的权利。嗯，没错。啊，黑棋这个时候没有长，他是长这个吗？对，他长了这个。这个我怎么觉得还是长那个？看着有点奇怪，是吗？再点或者怎么样？他是直接长一个，嗯，长一个，让白棋搬起来。对，他看着好像有点，就看着底下的一些官子利益。他比如说，他可以打在这儿收，然后这个弯是先手，这可以挖断他。然后有一些厚薄的关系，就比如说中间对于白棋，你如果不粘的话，就将来点起来或冲起来有点不一样。对。那上面呢，他觉得他硬一个让你活脚了，他不舒服，现在控权没了，也不小啊，那白棋就搬起来，他长白棋搬起来，黑棋点了一个，点了，然后再来是吧？对，这各走各的了，这中间呢他就给你吃了，是，给你吃了，黑棋断了一下，这是先手，这是他的权利啊，这块棋也得要小心呐。这拆一拆，他也得要补活。反正走，我觉得长完在中间点一点，可能还黑棋借助后啊，能够搜刮一些东西。现在呢，白棋这个如果出来之后，他给你吃了，黑棋看走什么呢？黑棋现在是把它点断了。这个点断要求分段，对，中间这块棋实行攻击。对，反正这盘下的我怎么觉得黑棋这着力点啊？好像不太到位，不太到位啊！这个力量总有觉得好像拼力量有劲儿使不上，一人不如这个柯洁啊，柯洁下的力量使不出来。因为他这个结果不错，你看他走这个，嗯，你看他走这个，嗯，这个你既然来攻他，他借助你这个攻势，实际上这个攻比较难了。对，他这块棋死活没有问题了，这个也是干净的，没有借用。嗯，那么只是这一个问题处理就好处理了。是，哎。没有可借用，没有腾挪借用的地方。现在呢，让他怎么个处理法？他这个白棋比较容易，黑棋冲了一个，对，挡住，然后他又拐，拐这个好，哇他粘上，接上，然后长出来，长出来。那么这个棋呢，当然这个段没有了，段一叫吃没有了，但是这个先叫一下，他先打吃一下，你现在不能。不行，这三个不能被踢，这不行，这被踢掉不行。然后他跳补了一个，是这棋呢。
这把这个段给补了。嗯，那以后下一步这一个拐这个连就不得了了。对，你反正冲过来也没关系，我不挡，我从这儿连回去不就完了？现在挡也行，挡你这个段都很累，不知道断哪儿。很累，现在应该攻不着了。对，现在这个白棋跳，你冲挡这个棋，它这个都有借用，嗯，那边也有借用，攻不着。是的，是的，嗯，这个棋白棋黑棋就是吃这个子的问题了，嗯，吃多少？必须吃，这个太大了。如果忙活半天被白棋这个连回来，那就什么都没得到了。对，黑棋呢先靠一个。他因为白棋这边还有回家的路呢，嗯，所以他要把他这边回家的路先给他切断。如果你肯从上面走，如果这个不走，你走在这面被白棋这个地方再走一个的话，你假如啊，这个棋如果在这个地方冲，那我来个就把这个要吃这个了啊，冲这吃一下，哎，冲了之后，哎，现在白棋跳了，白棋跳的，对，黑棋如果冲，黑棋冲，白棋走这个也了不得。嗯，被他大飞二路没活呢，还忙着活呢，自身要那个什么？这不是黑棋要冲断白棋了，这是要忙活去了。这个怎么活啊？这个就累了，嗯，这个累了，有可能被他先发制人了。嗯，你忙着做活，很辛苦，所以还不行。这个棋黑棋还不能冲，对，不能冲。嗯，那么怎么办呢？这个棋。他是先求得那个什么，他要走，搬一个，然后从上面搬，他就干脆翻一个，啊，把自己的棋也处理好，然后把白棋要求把他这边的回路给他切断。白棋啊，这个棋不粘也不行啊，啊，不粘你要是这样打下来，假如你要往下顺的话，嗯，啊，这个棋恐怕不行，打吃，你打吃，他踢掉。比如说这样，你走这个，嗯，我也走这个。他一段打，那完了。我一打这个，一提，你把这两个吃了。我这里这个，我走一个，你就肯定活不了。这个都没活，这个要死了。哦，这个你只是吃这个，我把那个吃，这个棋是不行的。嗯。所以这个棋啊，不能被白，不能求这个转换啊。嗯。这个只能是粘上，是吧？对。只能粘上。黑棋现在只能粘上，他走这个，粘上，然后压住，压住，顶一个先手，好，白棋赶紧这个要赶快补了，不被冲断了，对对对，现在你冲不断，现在你冲我走，你退我一补，你这个也断不了，对，这个现在冲不断，赶快的冲那个了，不走被白棋连上是全局最大，你什么都没得着，是他先走了几下，他先弯了一下，一要求把这个该收的收了，嗯，提掉是。然后打吃，他又爬了一个，对，打一下，再打一下，先手，那定型成这样，定型成这样，对，嗯，这也是当初他肯栽到花手术的原因。还有个袜的，有个袜针，一个十来目的棋啊，没错，现在必须要冲，嗯，这个是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，对，冲一个太大了，这个白棋，对，现在这个你要吃两个肯定是亏的。吃两个，这里面吃两个，这里面都没活，因为你这个段随时它是短着，这个就视作联络，是铁杆联络。嗯，那么你是他就这个是不能走了，对，只能是弃子啊。算了，只能弃子。对，白棋弃子也对的。白棋刚才已经想好了，就是现在这个转换，现在你还得这个要断了。对，这上面三个一断那个都三个太大了，全进去了，你得必须补。这个白棋也收获了。对，这个也收获了，嗯，他是得吃着了，他先是虎着二，之后这个也给了这五目棋也有拿到，嗯，是吧？对，六目拿到，然后你这中间这个转换呢，是吃着了有三十多目棋，但是呢你原来的这个目没有了，啊，白棋也成了一些目，所以这一隔算呢其实不便宜，就黑棋这个转换黑棋不便宜，嗯，对，是的，嗯，最关键的时候，现在白棋落得先手，把这个角给守了。哎呀，太大了！这个是全盘最后一个大场，因为最后一个大场，因为你没有比这更大的，全盘基本上都定型了。嗯，剩下都是小关子，这个走完了之后，一下子就是白棋领先了，是吗？一下子就没棋了，结束了，就最后的一个给你封口。嗯，对。所以这个太大。嗯，这招棋也要么说这个也是运气。
正好落到他手里了。白棋可能也想好了，反正你中间冲死我，我就把这个守住。对对，这两个变成他各得其一的，但是这个又不得不走，因为太大了。这个不走，如果选这个的话，这中间的目数可能比这个还大。对，所以这黑棋必须得冲。对对对，这个一走，这个棋局一下子就是数目，一数数了之后呢，是白棋的明显的要好一点，白棋明显好，明显好一些，明显好，然后就是官子，他压一下，压也是先手，对，立，这个他只要不出毛病，他就白棋这个空啊多了，对，黑棋把该收的收一下，他冲一下，冲一个先手接上，然后立了一个，立一个。白棋可以这个不走，这不走这一扳死了。对，看这儿有个黑棋，这儿有个扳，不顶的话这一扳死了。单扳，现在扳不行，现在这一打，这儿有个眼，那儿有一个，你粘那个，我这一立那个回不了家，那三个，对吧？你做那个也不行，我一叫吃你接不归。所以呢，这个棋就是一顶是要防的这个扳，如果没有这个顶，这一扳就是死棋。对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棋，黑棋走什么呢？黑棋立了一个二路啊，立这个，不，这个被白棋扳也相当大啊。他扳了，主要是他不知道怎么办啊。对，扳完怎么办？他只能打了打了，打了打了。对对，只能打。对，反正是个大棋。但是这个时候不管怎么说，那是最大的，这个都是这个被抢到了，被白棋。这等级要差好几个等级，那个是官子。大的太多，这个是大官子，起码这个是小官子了，小官子这个目数差距很大，这就收个小官子而已了。白棋把这个断了，断了，断了是为什么？为了防这个袜子，袜粘，这个怕袜粘。那么这就收官了，收官。那么他是他点了一下，点一个，点是他的先手，点一个白棋接上，这儿再来一个点。一会儿再点，不着急。可以把这个吃掉，他把这个吃了，吃掉。把这吃掉啊，然后白棋冲一下，冲一下，冲一下，黑棋也没有马上挡，黑棋扳脚了，扳了那个二二，是二二，他扳了一下，扳一个，立一个，然后白棋把这个爬了，这个爬巨大也是，爬这个也都没啥关了，这也是个关子啊，对，然后这面再走这个吧，对，黑棋挡住，挡住啊，挡住。这是一个官子，也没有什么大棋了。下面白棋就是搬了胡，白棋先点哦，先点一个是这个也是先手，一冲他能回来，是的，冲他能走，这个是先手，这个大，对，不走这一粘麻烦了，对，所以主要他能粘出来，对，关键是这个是要必须走的，关键是先手粘出来，然后把这个走掉啊，你看啊，黑棋顶住，对，然后虎，这个官子把这个给点了他，对对对，这个也不小。其实哪个大，那个也不小，但现在基本定型，反正接下来都是小官子了，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了。黑棋冲一个，冲一个，对，他走这个，这个记着啊，可是冲不断啊，冲他有挡了，你断了这叫吃了，这吃完了中间死不死了？对对，这个可不能，棋筋通了，对，所以他就这个棋，这算成这样，这就。还有是黑棋把那个靠一个，挤了一个，对，这先手的，先手，对，这个要立，不走这要出棋，这靠一个吧，对，靠一个，不走的话，黑棋是不是就扳一个呢？哦，这个里面有加了之后有没有？哦，扳至少都是有的，扳你们不能挡，对，但是最起码的啊是这样，最起码的那个里面有没有棋我。应该是扳着也不小，现在没大棋了。对，所以说这种棋在没有什么大官司的时候，这逆收还是很巨大的，是再立下去。对，靠的时候呢，白棋就粘住了，反正这个也没什么大棋了。你不粘的话，人家可能粘了。对，那还是有区别的。挡住。这个里面呢，现在是没有棋的啊。现在我看看，这个官子也是这样。你如果点一个，它粘上，断这个棋要跳，它就跳，可不能爬啊。对。
这个棋呢，你冲它就挡住，啊、挡也行，不能搬。它走这个，你要走这粘上，就差一目棋呢，差一目棋。哦，对对对，差两目，差两目，这外面还差一目，这个不能打上，不能搬那个。这如果说黑棋铺的时候，你可以打在外面，对。啊，是要这么定型。对，是的，嗯，那个地方就这样，他们也就不用的，大家都很熟了。这个形式，这个定型肯定是不会出错，所以他也不往前再。走这，所以不用去点它了。那么现在黑棋搬了一个，在一路这个啊搬这个，对，黑棋搬这个，嗯，但是这个棋已经不够了吧？不够黑棋不够了，这白棋拐这个，拐这个，这不够了，这个不够了，对，这个棋呢，这个胜负已经不在这儿了，嗯嗯，那最后两步就是这样，我把它摆完，嗯，黑棋贴这个。贴这个，然后白棋把这个弯了，这个官子很大。原来这个棋呢，那等于是黑棋先手是搬的，白棋先打吃，你的打吃，这等于先手两目了。而且他打吃完了，他还有个一路打吃啊。这个被他逆收先手两目，他就信心没有了。对，这下面现在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目。嗯，本来是黑棋先手应该搬掉，对，搬的话你只能回补一个。对，所以这个没有的话，嗯。就已经他这个就盘面都是白棋好，哦，这差距有点大。盘面黑棋好，盘面也不行了。他主要是这个中间，我怎么觉得这儿走了半天？嗯，你就看算了，你是吃了这么多，哎，你一手棋吃了，两手棋、三手都吃了，但是他那面太大了。对，没错。转换的话，嗯，是的。哎，这个棋就。所以我觉得黑棋，他在中间这一带啊，这一系列战役还是这个收获甚微。嗯。然后被白棋拖到一下，后来又搬起来了，那个上面空这么多的地方全被人家下去了。这个、啊、这个是一个，再一个呢，这中间作战呢，白棋本来下得好。我觉得如果黑棋比较下得硬的话，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好像没使出劲？对，我总觉得他劲儿没使好。白棋你看空。空拿得很舒服，然后黑棋本来是这个成的空，你到最后只是吃了这些，围着这些，对，转了半天，白棋的走的是这个空得的实惠都比你多，嗯、本来它比你薄，结果它得的空比你多，对，这盘棋就是说应该说柯洁发挥不错，对，下的比较好，最后这个就到这个时候呢，就中盘赢了这个嗯。朴廷桓，对，中盘战胜了朴廷桓。那么一开始呢，刘老师给出的意见就是这个拆啊，应该挡在这儿，他觉得哈、可能挡在这儿会好一些。对，我觉得有力量。对这块棋的压力明显会大很多。是，如果说是挡在这儿的话，嗯，那这白棋就不能随便被打了跳出来，就要死到上面。有很多可探讨的地方。对，确实这个是有差距的。像实战那样下的，因为白棋它是活棋、嗯、所以它就不害怕，它中间这个你跳出来之后该动手它就动手，是它不惧怕跟你作战，这还是不一样，确实。好，那这盘棋应该说算是柯洁的好局吧，柯洁好、啊、好，那我们今天呢就为您讲解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